有一种声音，最原始的旋律正在播动。民歌于自然之中还原声音的本意。唱将云集，让你领略美声、电音、跨国音乐和民歌的华丽融合。2月5日，让世界听见这个民歌的流行时代。苍劲有力的嗓音使他成为乐坛独树一帜的常青树。戴玉强，中国三大男高音之一，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亚洲弟子。希拉，马来西亚籍歌手，有着亚洲少见的完美音色，加上欧美范儿的唱腔，被歌迷们称他为东方 Adele。 霍尊，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冠军，其原创歌曲《卷珠帘》获封年度好歌曲，红遍大江南北。王向荣，一曲《东方红》唱进了千家万户，经久不衰，更是周总理亲口赞誉的陕北歌王。胡莎莎，青年爵士女歌手。高宝丽，山西原生态歌手，山西歌王。雷燕，苗族民族歌手。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祝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尚雯婕，祝你获胜，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大家新年快乐，祝老妈大红包肉，万事如意，过年好！哇！
是贵州卫视节目主持人窦爱丽。在这儿啊，我们俩给大家拜年啦！非常感谢上马龙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确实感觉到啊，音乐是最美妙的语言。没错，其实我们刚才这一个精彩的节目可以告诉我们，真的是百曲同春。你看侗族的大哥和我们河北的高腔配合在一起，真的让我们感受到说，哎，来自我们最民间最淳朴的原生态的音乐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强烈的震撼力，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真的是太精彩了。可以说让世界听见中华好民歌代表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那就是传承经典，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十位非常优秀的歌手，他们将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带来非常精彩的巅峰对战。是的，他们将分成多彩贵州队和美丽河北队，他们啊各有各的特征，各有各的风采。今天在这里面我们不能一起作战，我们要分出阵营，也就是女生队和男生队的对抗。我们呢分别给两队的起名字，男生叫美丽河北队，哦，戴老师就是戴美丽，那这边呢叫做多彩贵州队，啊，龚多彩。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两队哈，这个民主选出自己的队长，啊，我们先从多彩队开始。那队长是谁？肯定龚老师。为什么？龚老师贵州人啊。哦，贵州人，那就龚老师这个担当啊，多彩贵州队的队长，好吧？义不容辞。好。那接下来看我们这男生队啊，你们这不好选，这都是歌坛的这重量。不用选，不用选，嗯，毛遂自荐。谁呀？啊？我们那个待会儿毛遂自荐。我们选戴老师。那为什么您毛遂自荐？河北人。正宗河北人。那么美丽河北的队长就是戴老师。所以说呢，两位队长的这个权力呢就非常的重要，也就是你要根据每一轮的这个比赛的成绩的高低进行下一轮比赛这个排兵布阵。接下来这场比赛到底哪一队哎先出战，我们采取一个特别特别传统的游戏，就叫脆丁壳。脆丁壳也是石头剪子布，谁赢谁有优先选择权，也就是说你想先唱就先唱，你想后唱就后唱，好不好？嗯，准备好了啊，来戴老师龚老师听我口令啊，石头剪子布，好。龚琳娜队长，嗯啊，您有资格接下来随便选，是想让你们队先唱还是想让他们队先唱？他们队啊，啊，他们队先唱，我们先看看哦，他们会派出哪一个强将，然后你再想对策。对，所以戴老师啊，嗯，您这边先选人，我们就先来一个啊，谁？年富力强，嗯，能征惯战，好，只能打胜仗的谁？我身边这帅哥，哇，霍尊，哇，漂亮，来有请。好，他们这边霍尊了哈，龚老师，嗯，好。这边霍尊啊，所以接下来看您这边选谁？我们选择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希拉。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巅峰对战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将要登场的呢是我们的美丽河北队，第一个出场的就派出了本场最年轻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霍尊，有请。
又香又白，人人狂。啊，他把这个我们河北的民歌茉莉花，嗯，和这个江苏的民歌茉莉花，嗯，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啊，但是呢，其实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河北版的茉莉花哈，特别有特点，啊，戴老师您会唱吗？好一朵茉莉花啊！哎呦，真有味儿哎！你们听过东北的茉莉花没有？东北还有茉莉花啊？好了一朵茉莉花呀！他呀，我有心呐、啊，恰朵花呀，戴呀，又怕那叫看看看看花的妈呀，嗯呐、啊，哎呀，哎嗨哟，嗯哎呀，嗯哎哎嗨呀呀呀。在请出下一位歌手之前呢，我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音乐总监，老仔老师。
为什么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老仔老师呢？因为我们下一首歌啊，就是老仔老师创作的。当时呢，老仔老师正在贵州卫视制作《让世界听见》这个节目，来到了彝族地区采风，被彝族同胞的一首民歌《金鸟银鸟飞起来》深深吸引，创作了非常优美的这首爱情歌曲《相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希拉为我们演绎这首《相依》，掌声有请希拉。谢谢。
谢希拉，谢谢。现在啊，两队都派出了两名歌手，我们现场的观众是不是赶快启动你们的快捷键啊？谢谢，谢谢，谢谢。那刚才呢，希拉和霍尊都给我们献上了两首非常动听的歌曲。那我在想，两位歌手都是年轻的90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有一首合唱，大伙说那会是什么效果呢？期待吗？好，让我们用掌声请出霍尊和希拉一起给我们带来一首合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请霍尊。谢谢。把那味儿都唱出来了，那云南的那个味儿，海菜腔那味儿，学习点儿。对，哎，希拉，你知道这首歌的背景吗？啊，我知道一点儿点儿，一点点儿，一点点。目前呢，我们多彩贵州队以53%稍稍领先，河北队，美丽河北队要加油喽！看来我们也得放大招了。哎，戴老上哪儿去了呀？他已经准备了啊，他已经候场了，他已经去了。对，第二轮他要亲自出战是吧？不是，这个你们都商量过吗？商量过。跟谁商量过的？我是副队长，致命副队长，就是队长跟副队长请假去了是吧？对对。接下来呢，我们美丽河北队将要派上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选手，这位重量级的选手呢，将给我们带来一首，大家可听好了，那是结合了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的河北经典民歌，歌走山梁，妹走坡，听明白了吗？什么叫经典遇上经典？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玉强老师，有请。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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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听了。刚才是河北民歌，我是贵州的，您有没有贵州民歌啊？贵州多彩，贵州那民歌就海洋一样。对，我点。点。我点。你点一个。是哥老族民歌，这是我们贵州独有的少数民族。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您也知道。您说了一半，我就知道了。这个是个很有情趣的民歌，就是他那个妹妹下河洗衣裳去了，然后呢，里边那个贵州人呢，他不像搓，他拿棍子打，对，叫棒槌，对，棒槌打，在河里头打，然后这边打着呢，一边看眼睛瞄着哥哥，就一不小心呢砸自己手指上了，哎呦，疼，就这么点事儿，请钢琴师给我一音。亲。
老师，我跟你说，那可是帕瓦罗蒂的得意门生。你们这边要不派出一位真正的实力型的唱将，真的很有可能会败在他下面。我已经有主意了。我们要派出的是最有个性、最酷的，而且粉丝非常多。他有的是谁？粉丝都称他为芝麻。你知道是谁吗？那还用着说吗？那就是尚文杰同学啊。非常的有压力。这个我试试看能不能四两拨千斤吧。好啊，接下来尚文杰加油，希望能够战胜帕瓦罗蒂戴玉强同学啊。来，请我加油。广告之后精彩错过。美丽和
太动听了。在这里面啊，我听到了家乡的味道，我们可爱的侗族姑娘带来的蝉之歌融入其中，真的让人非常的陶醉。哎，文杰啊，你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怎么会想着把我们侗族姑娘请到一块儿啊？我是在大概5年多6年前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这个侗族这个蝉之歌这个声音，然后觉得特别的惊艳。然后那个时候认识了邵马龙先生，他是比利时非常有名的一个钢琴家，然后呢他也一直和侗族的这个声音有合作，然后呢他就给了我很多的想法。他觉得哎，把钢琴把电子音乐和侗族的大歌和我们传统的民族的音乐融合在一起，这样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除了这种形式，你们俩还有其他的合作形式吗？有，这首歌叫《我们的歌》。我们的歌，要不要听？让我们共同来向阳。
歌声里有我也有你，让我们一起唱吧。现场热情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场上的成绩是这样的，我们现场有52%的观众朋友在支持美丽河北队，48%的观众朋友支持多彩贵州队，略弱一点点、不过没关系，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是还没到最后结束呢，是吧？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这个美丽河北队暂时领先，我们先掌声先祝贺一下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这样哈，咱们暂时现在落后，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排兵布阵就非常重要。你们接下来真的要派出一位真正更厉害的实力唱将出马，所以你们商量商量吧。对，我必须要把这个分再争回来。真的吗？那戴玉强老师都上了啊，也该我上。所以接下来这个龚金娜老师哈要亲自出马。有一句话说得好，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啊。那么龚金娜姐，接下来我走了，来加油。
就每次听龚琳娜老师在唱歌的时候，你会都情不自禁的跟她一起动起来，你知道吗？对，啊，这就是魅力。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龚琳娜老师，谢谢。听了您这歌，我们立刻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啊！您的歌改变了我们大家对民歌的一种理解。因为啊，我觉得我在全国各地去研究各种不同民歌的唱法，然后我把他们的唱法都吸纳进来放到我的歌里，所以我的声音有很多种的变化。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几个民歌怎么演唱的例子啊，比如说，太好了，对，我们可以学学。对啊，比如说云南山里的彝族，他们啊是听鸟叫，啊啊，这种声音啊，对啊，这样叫啊，好听。然后在这个声音上加上音，哎呦，真好听。对，那么再回到我的家乡贵州，就是刚才你们听到很多的侗族大哥的演唱。你们知道侗族大哥，侗族人是学什么叫吗？不知道。你们那还有蝉叫？哦，啦啦啦啦啦啦。平时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听到的这些声音都融入到了自己民族的歌曲当中，就形成了自己民歌的特色了。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在音乐学院里不能学成千人一声，我们必须保存我们民歌当中的这些灵魂，这些大自然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是丰富多彩的。没错，说得太好了啊。但是今天在这儿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2016年大家都知道了，这已经是我们的猴年了。龚琳娜老师有一首跟猴有关系的歌，什么歌啊？大家喜欢听吗？您这现场能不能再让我们一起来金箍了，让我们一起心情也愉快一下呢？好吗？大家想不想听？那你们先跟我学几句，巴格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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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得了吗？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大家想不想听一听两位队长如果在一起合唱一首歌，强强联手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想吗？好嘞，那么龚老师您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玉强老师。
和你呢。老师这首歌真的唱得特别的特别好啊，这个当着面有什么要对龚明老师说的？王小老师，确实我说的是心里话，我确实说的是心里话。林娜我们认识也多年了，而且林娜她是真的，她的民族的东西啊掌握得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包括80后90后00后的都喜欢她。好了，那接下来呢龚明老师可以说在这里面哈定海神针，刚刚唱的真的很棒啊，所以接下来两队其实都会有压力，这一边有没有哪位老将能够出马，能震慑得住龚明浩老师？我不敢上，我这一轮啊，我就想就腾个学生啊，不行我压不住。哎，您可不是这样，刚才龚明老师您在唱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跃跃欲试要上去。因为我们男生里边确实他是无可害的。那这边就选择的是腾格尔老师。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草原，我遥远的家乡。这是席慕容表达乡愁的一首诗，也是流传很广的一首来自草原的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草原的腾格尔老师给我们再次精彩演绎。
大家好。才就唱歌，唱歌永远都是那么饱满的情。广告之后，精彩不容错过。美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贵州卫视与河北卫视共同为您带来的《让世界听见中华好民歌》新春歌会的巅峰对决。此时我们这个支持率呢，略有小小的变化。这什么变化？赶快跟大家通报一下吧。我们多彩贵州队以53%微微领先，咱们美丽河北队加油哦！好了，这个现在啊，暂时我们多彩贵州队领先啊。那么美丽河北队呢，现在暂时落后，没关系啊。
我们这边还有两位老将没出呢，没出马呢，一位是王小龙老师，一位是高宝丽老师啊。这个咱们这边好像只是我们的苗族姑娘雷燕、啊、这边您二位谁出战？我上吧，你说的老出马，老将出马吧，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对吧？好，欢迎王小龙老师，苗丽来请。来自贵州的苗族青年歌唱家雷燕，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他原创的歌曲《家乡的味道》。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也用这首歌对千家万户送上新春的祝福。掌声有请雷燕。
那绝对是王老师唱的就没得说了。谢谢。就王老师那个，王老师那个味道的正啊，声音的高亢。这个两位哈、啊，真的都特别棒。好了，各位老师啊，那接下来看您的，没问题。啊，看您的好唱法，来。
过去啊，咱们出嫁的女儿最盼望过春节了，因为过节的时候咱们可以回娘家。提到回娘家呢，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就会脱口而出，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了一个胖娃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新生代歌手胡莎莎将会全新给我们演绎这首经典老歌，让我们掌声有请胡莎莎，看她是怎么回娘家的。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儿喂。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里水流真哗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呀走的忙呀，原来他要回娘家。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片云来，一阵风儿刮，眼看着山边就要把雨下。躲又没处躲，藏又没处藏，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咿呀咿。背后的小娃娃呀，咿呀咿儿喂。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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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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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其实今晚到这里啊，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支持率，真的是难分伯仲，这个势均力敌。是啊，其实我觉得赛事进行到这儿好像结果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更多的是融合。我们贵州和河北啊其实非常有渊源的，比如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就在贵州遵义召开，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革命在我们河北的西柏坡召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我们两省在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两省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2015年，北京携手河北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美丽的河北将向世界展示它的美丽。2015年，全球大数据峰会在贵阳召开，首个国家级大数据发展集聚区落户贵州。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个年头，希望我们的国家更昌盛，人民更富强，生活更幸福。在这儿啊，我们再给大家送上一副对联儿，来看这上联是：歌美丽河北，百坡岭上，长城脚下，千秋燕赵，千秋盛。那下联是送多彩贵州，遵义街头，赤水岸边，万里山川，万里郊，横批就是盛世飞歌。让爱唱响青春。